光报道新闻。保护儿童会同乐居怀疑虐儿案，再多一名院舍女职员被捕。西九龙总区从而家大堂登记之后可以离开。有居民不满围封期间嘅安排，投诉围封第一晚要到晚上九点至有膳食供应，其余时间政府亦都冇派员通知几时供应膳食，对日常生活造成混乱。有居民亦都认为围封期间政府发放嘅资讯不足，佢都知道有确诊者一度要留喺屋企，未有人员及时接手。有居民认为围封安排可以接受，但冇人倒垃圾，令到楼层嘅卫生欠佳。亦都有居民满意围封嘅安排，认为三餐嘅膳食都唔错，排队检测只需要半小时，感谢政府嘅安排。两天楼连日嘅围封强检，截至寻晚共发现70宗嘅初步阳性检测个案。新一轮嘅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实施，政府同心抗疫网站最新嘅资料公布，根据第599F 章下嘅最新指示，由即日起至今个月嘅23号，唔能够举行婚宴或者餐饮宴会，出席婚礼嘅人士同埋数量亦都有限制，只可以由登记官、婚姻监理人或者主持婚礼嘅神职人员晒温号，同埋两名见证人出席婚礼。北京冬奥男子自由滑项目，美国华裔选手陈毅以近乎完美的动作取得218.63分，连同单人滑短节目的得分以总分332.6分，首次赢得奥运金牌，并以超过30分抛离银牌的日本选手健山优真。另一名日本选手宇野昌磨就得铜牌。至于日本冰上王子羽生结弦，挑战4周半跳失败，兼两次失手跌倒，只能够屈居第四名，未能够实现男子花样滑3连霸的目标。至于中国选手金博洋，就在决赛24名选手当中得到第9。美国商会国际事务总裁博迈伦表示，如果美国无法说服北京履行采购美国商品、能源和服务的承诺，拜登政府会考虑对中国关税展开新一轮调查。博迈伦说，拜登政府亦有其他的考虑选项，包括和美国盟友更加紧密合作，以形成统一战线对抗北京，要求给国际企业在中国有公平竞争的环境。根据两年前中美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，中国承诺加码采购美国商品，但昨天公布的美国贸易数据显示，中国同承诺的目标有庞大差距。博迈伦说，美国商会支持拜登政府和中国官员举行会谈，要求他们遵守协议承诺。这节新闻报道完。天气报告，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，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华南。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，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，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。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，气温稍微回升。星期日有几阵雨，晚上气温下降。下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天气清凉。而家气温系18度，相对湿度系81%。24,797.29点，国企指数系8,728点，系升4点。一只成交活跃股票，腾讯控股480.8元，系跌2元。药明生物56.9跌4.7，电控基金24.94系跌2仙，中移动56.5元系跌1.5元。内地股市上证指数3,473点跌6点，深证指数系13,374点跌156点，日经平均指数17,663点升82点，南方十二综合指数2,776点升7点。
Now arrive Sau Kê Quận. Xin chào.